杨国荣道，我们现在实施国民阵容总动员，从下一月的一日起，我们全国各地都要征召三月十二日中央所颁布的国民阵容总动员的纲领和他的实施的白皮，要全部的来响应。我们要举行国民学位，算是国民公约，还要叫做纲领所定的各样条规，互相勉励，互相督促，切实地来做到。大家即使知道，这是关系着国家存亡、民族生死、抗战成败的第一件大事。我要求我们全国同胞，尤其是各界的领袖，特别重视这一件大事，尽心尽意地来推行。为什么要实施国民阵容总动员呢？这在纲领里面已经说得很明白。我再要特别重说的，第一，我们必须尽人尽人的力量伟大，超过于一切我己的力量和一切的武力。第二，我们必须反省以往金融方面的缺点。金融什么呢？我们总理说的最重要。总理说，百废我积极，改为金融。但是总理并不是说金融与我积是绝对分离的，而是两界是合而为一的，相互为用的。中医又说，人为而是精人，这必非完全独立之人。各位想想，是如何惊心动魄的教训。古人丧失了精人，就不是他完全独立的一个人。那么民族丧失了精人，岂不就是一个不配独立生存的民族吗？兵法上也说，攻心为上。所谓攻心呢，就是要打击对方敌人的精锐，所以释放一切风斗的情白，完全看精锐的强弱消降而定的。而有营的武器和兵力，当然不能决定胜败的。中立人道武器的使用，全在人的精锐。曾说，两界相较，精锐力量聚集九，武器力量仅聚集一。凡是曾经参加过专营的同志，都能够聚出无数的水力来经营，这个移交的确切不谋。我们只要从抗战以来，我们前方阵地往往有不到几个兵子，而能够抵抗多数敌人到数日之久，甚至乃能击退十倍以上的敌人。还有铁血空军的老弱女子，而能够抵抗强暴杀敌之威的，许许多多在平常以为不能想象和绝无可能的事，在艰难危机之中都可以确认仪表的行为实力。所以只有丧失了精锐的人，才会只看见武器而不看见精锐，只能估计有营的力量而或是无营的力量。实际说起来，我们这次抗战要击退敌人，要建国成功，一大半要靠发挥我们民族每一分子的精锐力量。而且越到接近胜利的时候，我们的外境必然更艰难、更困苦、更危险，就更要动员我们民族坚固的精锐力量，以求最后的成功。所以我们同胞在这个生死成败的关头，一定要确认精锐力量的伟大，这是我所要说明的第一点。
其次要问我们从抗战以来在金融上是不是已经有积极的发挥和进步呢？是不是还有多少的缺点呢？直到这人，我要向我们同胞提一句，一年多以前的旧话，这还在我们抗战开始不到两三个月的时候，那是国外舆论对我国有各种不同的批评，中间有一句极其切莫仅仅的评语，是中国不能在金融上和物质上都不够低于外力。我不知道我们同胞还记不记得这一句话，我个人却是把这句话天天记在心头，至今至理没有一刻忘却。这一句话是不是对于我们一种侮辱，要在将来以实质来证明的。不如我们在抗战中间已经表演了不少英勇奋斗的事迹，但是同胞们要记住，战争还没有结束，敌人还没有解脱，这个心理还没有实现，我们要太不重视给自己检讨一下。我们国民的军人跟着战时的经营，过境有确实的进步吗？我们过去的缺点已经在抗战中间洗掉清净了吗？我们有接触的人们已经成了扎心吗？有能力的人们已经成了能力吗？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已经一致地严肃紧张了吗？我们前方后方已经确实做到呼应一体休戚共同了吗？我们的思想也能运动已经完全集结到国家至上、民族至上和军事第一、心理第一的目标之下吗？我们每个人说写和说影已经做到表里一致了吗？我们慷慨热烈的抗战气概，各个人都能始终如一、言行一致地贯彻到底了吗？我们能绝对的不摇不得、不弃不回吗？在这，我们对于抗战建国的信心，能够使每一个国民都接受到领悟了吗？我们能使敌人和一败俱乐黑杰重拾我们民族精神不可无敌的良药吗？我们一百学位的生活形态是已经切实做到战时生活的条件了吗？我知道有良心的同胞想一想自身，再看一看自身周围的社会，必然觉得我们有格外金钱、格外种族、格外无想年龄多少的必要了。一个国家和地上有缺陷一直没有法子充足，这不能作为这个国家的耻辱，因为国际的生产要有人力物力，尤其是要有实践种种的条件，不是轻靠自己可以补充的。至于金融上的缺陷就不同了，有了金融，一分的物质可以当作十分的物质来使用，而才能创造出多量的物质。没有金人，就像中医所说，松松的气就成为事物。并没有这样多的武器和物质，也一概归于无用。而且金人不变物质，金人是每一国民所本来具有的，不是身外的，是可以用启发感应的方法，在一念转移之间去改进和提高的。一个国家是个因金融的衰微而遭遇外来的侵略，已经是这一代国民无比的耻辱。如果到了危机存亡的时候，还不能集中我们国民的力量，家喻户晓、五角兄弟的来包围国土，如果当地的机会开辟未来的命运，那不仅是这一代国民的耻辱，简直是一种罪恶。因为之所以非不能也，实不悔也，
是没有理由可以支持的。要知道我们抗战先烈建国成功，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古荣就不会断绝，我们也一定有把握可以建立起一个三民主义的新中国。但是如果国家仅仅我们这一代没有蓬蓬勃勃坚强不屈的精神，而丧失要独立生存，那么后来世界记载我们这一时期的历史，将不知是怎样严厉的批斥我们。我们一败不明，不但要蒙受八十的耻辱，我们自己能力极为较高的国际领袖和知识分子，将更不能逃避世家的杀戮。现在抗战今日第二季了，就是我们最有幸的机会，也是我们国民最后刀不自足的一个机会。我所以在中日今日十分百忙之中，提倡国民精神总动员，就是要求我们同胞，尤其是国该领袖，最后保佑国家的一个机会。精神总动员所包括的项目，纲领里面已经列举了几点，也就纲领里面所不及列举的，大家可以推论旁通。为使这个运动普遍推行，所以修习兵器、举行学会和三次国民公约的办法，大家举行的时候，岂不可以奉应古时的方法来做？要知道，这现代的十二条，就是我们抗战吃敌的武器。只要我们有不怕死、不怕苦、不怕难的精神去贯彻的，其实我们说不提敌人我汉奸做什么，如果遇到有什么武力来胁迫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只有拼死不肯卑职。就是我们说不违背三民主义，不违背国家民族利益，如果有什么外来的威逼或引诱，要我们违背三民主义和作为以违背国家民族利益的事情，我们也应当咬紧牙关，宁死不肯卑职，究竟任何的痛苦也不肯卑职。我们今天的经验会是进步民族已经日到快要翻身的光荣线上来了，而每一个国民却要自认为站在必死的线上。竟然不能说曾经是可死，心志要步步求生，我们的一举一动、一滴汗、一滴血，随时随地都要用来救国家民族光荣独立的生存。而我们凭什么来奋斗呢？只要我们个人有必死的决心，如果个人不有死磕的决心，五年的敌人将要在我们的面前崩溃，中华民族高尚的精神就会普遍丰富，来达到抗战必行和建国必行。